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永远都是最高效的策略。我们既然已经扮演着捕猎者的角色，那为什么要和这些猎物厮打在一起呢？为何不让他们互相争斗，然后我们坐收渔翁即可？徐阳一脸气定神闲的从容，不动声色之间，已然将局面牢牢地把控在了自己的手中。不得不说，徐阳的领袖气质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打磨之后，是已经上升到了一种旁人无法相比的层次。起码他在对局势的把控，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效率和眼光上，根本不是其他团队当中的三个人能够相比的。果不其然，听他这么一说，龙坤原本跃跃欲试，想要第一时间出手和这几个高阶妖兽碰撞一波的欲望，立刻便打消了下来。嘿嘿，还是老大神机妙算，这三个家伙当真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如果我贸然出手的话，必然会被这三只妖族同时夹击，让他们同仇敌忾，拿我当出气筒了。龙坤这家伙典型就是无脑蛮干的类型，叫他去打下手，这家伙了不得的。可是如果将一场作战计划的指挥权交给龙坤的话，那么恐怕再强大的队伍也要葬送在他的手中。这家伙天生就不适合当一个指点江山的领袖，而更适合做一个千军辟易百战百胜的将军。眼看着这两只七级妖兽围攻，那一只无比强大的八级猛虎，这只猛虎虽然身上没有长着翅膀，可是这家伙不知为何居然拥有短暂飞行的能力，也一下子震惊到了龙坤几人。我靠，老大，该不会是我眼花了吧？这只老虎根本就没有翅膀，它是如何能够飞到虚空之上的？许阳轻轻摇了摇头，那根本不是飞行，而是一种超强的制空能力，因为它的肉身强度已经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境界，所以能够一定程度地捕捉到最细微的空间法则的痕迹，再配合自己强大的身体力量，便能够实行短时间的制空。殊不知这样的能力放眼整个妖族也算是第一梯队的存在，不愧是八级大妖擎天黑虎，这样的实战能力当真是让我等刮目相看。即便是在同级别的顶级妖兽当中，这擎天黑虎的力量也当真不容小觑。徐阳的声音立刻也得到了身边几人的响应，只看到那战场中间三只顶级妖兽互斗了个你死我活，一时间中央扩散向周围的战场气息愈发变得狂烈了起来。好在徐阳四人有强大的法则力量直接屏蔽了虚空，完美遮蔽了四人的气息，不然的话，这种级别的声浪震荡必定会影响到徐阳团队四人的藏身。突然就见那擎天黑虎一声疯狂的怒吼咆哮，而后巨大的身体再次一步踏空而上，就这样悬浮在了虚空中。狰狞的獠牙释放出来的一刹那，黑色的瞳孔猛然释放出两道无比狰狞的黑色极光，狠狠地打在了下方战场中间的区域，当场便命中了其中一只七级大妖。这只被黑色极光击中的大妖本体是一只穿山甲，要知道这一脉妖族能够修炼到七级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了，起码在穿山甲这一族当中绝对是王级的存在。可是无奈在硬实力面前，他永远也没有办法和眼前的擎天黑虎相抗衡。来自种族血脉攻击力的不足以及对方强大的天赋压制之下，穿山甲王很快陷入了颓败之势，因为这黑虎极光远远没有直接穿透对方护甲的一种天赋这么简单，一旦被击中黑色的能量体，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和被攻击的对象完成融合，两者之间会产生极为扭曲的特殊反应。黑色的猛虎之源能够让其他物种强行在体内蜕变出属于虎王一族的血脉，试想他一只穿山甲体内觉醒了属于老虎的基因，那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毫无疑问，就是在自身血脉深处引起惊天动地的变化。果不其然，那猛虎只顾着一个劲儿的哈哈大笑，根本没有后续更为狂猛的手段降临，那穿山甲王便发出了痛苦的呼喊，身体一个劲儿的在地上打滚咆哮。没过多久，那巨大的身体便彻底丧失了生命技能，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这就是和本虎王作对的下场。小青蛙，你已经修炼到了七级，实属不易，原本本王根本不会将你也当成对手，但是这一次你们做出了冒犯本王的事情，连我相中的猎物你们也不放弃，
感受到我的气息之后，你们应该立刻离开，而不是这样冒险的来到我面前，虎口夺食。显然虎王这么一说，已然是提前命定了眼前这只七级青蛙的结局。紧跟着一招无比强大的爪击凭空而下，在空中一个俯冲，便带给虎王也是无比强大的肉身力量加持。我靠，老大，真不愧是八级的妖兽啊，这家伙的实力比之前的百目金牛犬还要强大数倍不止，这一招轰下去，估计弄不好这只七级的青蛙王就会顷刻之间被撕成粉碎了，那我们岂不是连根毛都得不到？听到龙坤这么一说，许阳老大明显也有了这样的想法，嘴角扬起了一抹微笑，不经意间弹指一出，冰皇塔主神器一道冰蓝色的光芒瞬间笼罩在了这青蛙王的本体之上，堪堪是为他守住了虎王的这一波狂猛进攻，也让虎王那原本无比锋利的右爪当场折断，同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喊声。徐阳这一击可谓是一箭双雕，因为他凭借强大的冰皇塔主神器压在青蛙王本体之上的同时，刚好算是将他整个腰身完全禁锢起来，同时又借助冰皇塔强大无比的防御能力，给虎王这一波更为强大的重伤，也大幅度降低了虎王原本的攻击性。到底是哪个不开眼的东西，鬼鬼祟祟在暗中出手，给老子滚出来！谈不上鬼鬼祟祟，因为我们原本就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不瞒你说，这百目金牛犬的尸体之所以能够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吸引力，也都是我们一早设下的陷阱。青天黑虎王，很好，要是能够将你征服的话，光是你这个家伙自己就能给我们换来大量的积分。